我们这次呢，和四家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商会签了协议，合作协议，我们很高兴，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在进行，都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嘛，双方都需要有一个互相合作交流的平台，我们要和那个相邻近的一些国家。 商会都陆陆续续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，目的是为了为各自国家的企业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和这几家签订了合作协议以后，给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，所以我感觉到很重要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可以加强双边的交流嘛。最近我们国家在做那个“一带一路”自贸区。 等一些改革、一些措施，这些措施的提出，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，而是为了大家各个有关相邻的国家，大家都能在这个当中获得利益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次出来的话呢，也主要是为了为这个促进一些互相之间的交流发展起一些作用，对吧？